把我所有的股份转给空头，3亿。李总，已经联系了一些组织，您这次给全国人民捐多少？3个亿。3个亿。有问题吗？我再次登记。对了，王医生已经等您很久了。好的。以我们的交情，直接点，还有多久？如果接受治疗，2-3年吧。到时候技术突破，说不定还有奇迹。如果不治疗呢？不超过1年。很赶时间了。是啊，来不及了。余力我儿，我在公司审计时，发现总经理蒋峰、副总吴斌和财务李少东合谋侵吞国资。李少东是我徒弟，我不想他坐牢。我找他们谈过，要他们先把亏空补回去，不过并不顺利。后来，他们跟我道歉，求我再给一次机会，他们会尽快把钱补回去。后来，李少东偷偷告诉我，要我小心蒋峰。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所以我把他们贪污证据的举报书藏在卧室壁画的后面。你收到这封信后，如果一切安好，就把信扔了。如果我发生意外，你暂时不要回来，以后偷偷拿出举报书交给公安局和纪委，离开东华，好好生活。
上边就会下这的，把我们新增二队，招一帮刚毕业的小孩，比队长也大不了几岁，说是现代化办案，我们这些老刑警就那么落后啊？听说他们都是名校高材生，跟我们警校出来的就是不一样。高材个屁，只会纸上谈兵，真要遇上案子，见了死人准给吓尿。人呢？跑了。五个，一个都没抓到。先把人带回去。怎么了？出大案了。今年死的呀，今年死的是男的女的？几点出的事？晚上十一二点。夜里出事，小区没动静。啊。赵队。李队，你们来干什么？局长说案情重大，让我们两个队一起查。是让你们跟着过来学点经验吗？我们对，积累经验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你们先去旁边走访一下吧。去看看。去呀。赵队，我能看一下现场吗？小心点儿，别坏了证据。查到什么 ？List， 手法很干净。欠债还钱。怎么样？没有线索。正常，查案子都这样。别小看走访工作，也许凶手就藏在人堆里面。是你啊，怎么认不出我了？你李亮。你怎么在东化呀？我是本地人啊。你呢？当警察了啊？当警察了，今年刚派到这儿工作。怎么，你回来探亲？不，创业。创业？你不是在北京做得很大吗？哎，我们家老爷子可总夸你。说起来有几年没见过李老师了。几个月前我把公司股份卖了，现在回家乡再创业。那你打算做什么？老本行啊，新材料。嗨，这些我也不懂。哎，你现在住哪儿啊？后面拐弯那栋。哦，行。哎，那我先去查案，改天我再约你。好啊，走了。李队，哎，哎，李队，刚才那个是你朋友啊？啊，我爸带过的博士生，以前啊，常请到家里来吃饭。可我上高中的时候啊，他
他就已经是博士了。后来出国留学，回来以后靠专利创业，真是传奇啊。哇，这么厉害！有些人的天分，不服不行啊。死者蒋峰，39岁，房地产公司大老板。凶手先用太刺枪击昏被害人，再用绳子将其勒死。太刺枪经过改装，没有标识物，现场没有指纹，没有凶器，没有 DNA， 可以说目前没有任何线索。勒死？奇怪啊。为什么奇怪？勒死是一种很没有效率的杀人手段，凶手为什么不直接用刀把人捅死呢？为什么？不知道。凶手留下一张案发3天前的报纸，圈着"欠债还钱"4个字，看来应该是经济纠纷。也未必，凶手没有把死者的手包拿走，那里头可有不少钱呀。管他什么动机，监控、人员查访，马上动起来，晚上我就要看到结果。好。像的吧，这案子查的怎么样了？还没有定案。对，快吃。我们问了昨晚保安，没有看到可疑人员出入，查遍了监控也没有线索，我怀疑。要么凶手翻墙进出，要么凶手就住在小区里。凶手住在小区里面。看看吧。哼，你们栽赃我贪污，休想！李少东，你也跟着他们，你可真是我的好徒弟啊！我是国作委派来调查于建国贪污案的李国军，我在书房的壁挂后面呢，找了一点东西。李国木，我要300万。Thank you.
我这次来啊，是我们家老爷子的意思。他脸皮薄，不好意思开口，只好啊托我来问你。哎呀，他呢，明年就退休，哎，非要继续留下来搞科研，所以问问你，看看你们公司是不是有需要。求之不得啊！我正准备筹备个实验室，我只是代问啊，你可千万别因为不好意思拒绝，特意安排个职位什么。怎么会呢？很多公司想请都请不到李老师。太好了，来，敬你。哎，对了，你上次那案子怎么样了？别提那破案了。怎么？到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。你说半夜发生的案子，小区监控居然查不到可疑人员出入，我呀真怀疑这凶手就住在小区里面。怎么了？啊！你可别吓我啊！我这房子刚买了两个多月，我可不想旁边住个杀人凶手。我瞎说的，也可能这凶手是夜里爬进来的，也可能是我们查漏了。哎，谁说的准呢？来，李少东跟了蒋峰多年，管公司财务。蒋峰出事前的一个星期，李少东发信息给下属说去外地几天，可直到现在也没有回来。我们去了他家，一开门就发现了异常。什么异常？这儿发生过打斗。有人收拾过现场，来的人走的也很匆忙。专业，赵队，不好意思，先来一步。烟灰缸里发现几个烟头，我们先带走了。李队，你们慢慢查。要小心其他物证，你们没有经验，可别弄坏了。好，我们会注意的。走。吴庄会死啊？你去看看别的线索。小张，拍照，取证。老板，这间可以吗？可以。那您有指定的技师？77号。七七，贵客点钟，您稍等一下，七七马上就来。
不起，对不起，把你弄醒了。已经睡饱了。你该不会就这样一直看着我吧？对啊。看什么？看你很奇怪。哪里奇怪？没有客人一直续钟又一直睡觉的，但你每次都这样。你不喜欢？当然喜欢啊，不用服务都能够赚钱，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你是不是不喜欢我？我只点过你。可你每次都呼呼大睡。平时睡不着，在这里才能找到睡眠。你压力很大吗？时间不多了，来不及了。都包了10个小时了，你现在才知道时间来不及啊？你最近有空吗？怎么，想约我出去啊？我可是很现实的。虽然你每次都点我，但我也不能免费跟你谈感情。我们不谈感情，谈钱。我可不便宜啊，如果要约我出去的话，怎么也比在这上班贵。让我算算，我在这上班的话，一天至少可以赚我翻倍。老公，你去玩吧。哎，你别坐着了，把水果放里边。哦。最近东华有点乱。怎么了？我听我们单位同事说，前两天神州地产的老板在家门口被人给暗杀了。这还没过几天呢，他们的财务总监也离奇失踪了。那他们的财务总监是不是叫李少东？我哪知道？你认识他？哦，听说过，不认识。知道了。干嘛呢？那个，我前两天要看一本书，放哪里去了？我找一找。那你快点啊！好，好，好，你们先过去，马上过去吃啊。一个带地下室的别墅，商业秘密。该不
会是在里面揍你。我像毒贩吗？其实就是一项商业上的秘密研究。哦，哎，你租我的时间就为了这事？不然呢？你真是跟其他客人不一样啊。什么不一样？傻呗。赵队带回去的物证最后结果都是李少东自己的，可我们找到的脚印不是李少东的，很可能是嫌疑人的。还有点奇怪，查了监控，李少东失踪前没有回过家，周围邻居也没有听到过他家打斗的动静。难道李少东不是在家被人抓走的？可他家情况没办法解释啊。那他现在在哪儿呢？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啊？救命啊！不要白费力气了，这新家也一样，独栋别墅地下室，顶上铺了隔音棉，不管里面声音多大，外面都听不见。玉林，我求求你，你放了我吧！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，我求求你放了我吧。于建国是你师父，你却和蒋峰、吴兵合伙杀了他。现在你天天看着他的照片，怕吗？是蒋峰和吴兵把他推下去的，我拦不住啊！我当时真的没有办法。我是被他们逼的呀！他们用刀逼你做假账，栽赃于建国了。于建国这个人是个老顽固，不爱钱也不怕死，唯一在乎所谓清白，却被你给毁了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我求求你放了我，我出去就指证他们，还一个老实清白。不急，蒋峰已经死了。死了。放手！你放手，我报警了。你报啊！你不就是个鸡吗？警察能不知道吗？老子告诉你，是大鱼哥想见你，但是呢，你要先让老子爽一下。待会儿在大鱼哥面前，老子会替你美言几句的。神经病！哎呦，我这个鸡不给面子了是不是？老子现在办了你！住手！你谁啊？滚！放开他！咋的，兄弟，想英雄救美啊？这就是个鸡啊，不至于啊！我叫你放开他！他妈跟谁说话呢？滚！啊！哎呦我操！站住！别跑，回来！哥呀，我让人削了，快带着过来呀！别跑，站住！跑啊！
老子看你往哪儿跑！住手！带走。看见，你是什么人？大宇哥，他是我一个客人，跟他无关。他无关？他给我笑了怎么说？啊，客人，我们这一行得讲规矩，不能叫客人。但是你把我兄弟打成这熊样，我能这么算了吗？这样吧，留3万，走人。哎，我说你，别动不动就掀胳膊。长明白了啊！我看现在还有谁救得了你？做鸡这一行，哪来了那么多英雄救美啊？如果我说我不是他客人了，不是他客人，那事儿可就大了。先废了你，咱再商量。两条路，你自己选吧。你走吧，跟你没关系。我也给你两条路，一条路弄死我。我操！刘总，让他接着说。另一条路，谈钱。干你们这一行的，没有什么是用钱摆不平的。如果用钱摆不平你们，我就花钱找人摆平你们。两条路，你选。今天真是谢谢你。没什么。你替我还的钱，我一定会想办法马上还给你的。没事儿，不急。我知道你有钱，但这不是钱的问题。你怎么不问我，为什么被他们抓走，还欠了那么多钱呢？不用问也知道是个烂故事。真的是个挺烂的故事。之前我问他们借了一笔钱给我爸治病，但最后没治好还是去世了。他们就逼我在他们厂子上班，还一直乱扣我的钱。我当然不同意啊，就跳去别的厂子上班了。他们就逼我要不就回去上班，要不就马上还钱。我不想，于是他们就行了，别说了，每个人都有难过的事情，聊点开心的吧。你结婚了吗？女朋友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女人玩的太多了，所以不想找，是不是？不管你信不信，这些年我太忙了，根本没时间谈恋爱。那我和你谈啊。我说真的，我跟你谈啊。你可真会做生意，休息都不忘记赚钱。你等等啊，那给你。干什么？做我们这一行，什么东西都是假的，
只有身份证是真的。现在我给你看呢，就说明我是真心的。以后啊，只要你找我，我就请假。说不上为什么，只有在你身边我才睡得沉。以后你出来照旧双倍。我说了我是认真的，我不适合你做生意，我也没想要你娶我。算了，本来呢是想好好跟你谈个恋爱，但是你那么不情愿的话，那就不勉强了。喂，还想干嘛？你这么突然，总得给我点时间吧。我现在跟你说对不起，好不好？邵东和蒋峰过去都在物资公司工作。8年前物资公司破产之后，蒋峰开始做房地产，李邵东帮他管账。这是李邵东失踪前的一些监控。没有看见科研人员。等等。帮我调一个人的户籍资料。啊。父亲是于建国，东化物资公司董事长。
干嘛突然送我礼物啊？这一看就挺贵的吧？我不要。这是你的生日礼物。我下个月才生日。我知道，下个月26。但那个时候我在出差，所以提前送。来，我给你戴上。你干嘛对我这么好？你知道我的工作和其他人还不一样。做这个工作又不跟我谈钱，我想应该是真爱吧。那可不一定啊，可能我是在套路你呢。做我们这行啊，就是要让男人心甘情愿花钱。对了，你这次出差要多久？这趟会很久。那我要提前过生日。今天我还有点事情，可能得先走。今天我不能送你。没关系，工作要紧，我可是很体贴的。走吧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开车小心啊。拜拜。拜拜。于丽，这么巧啊！是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刚巧办案，路过这边。还是上回的案子？不，其他的。上回都抓到了吗？没呢。这凶手啊，狡猾得很。现在刑侦技术这么发达，凶手再狡猾，总归逃不了。我可盼着你早点破案，要不然我住着可不踏实。放心，跑不了。于博士，刘市长，朱局长，李主任，你们可真准时啊！来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主管经济的刘市长。你好，刘市长。招商局朱局长。你好，朱局长。国资委李主任。你好，你好，李主任。这位是我的老朋友李亮，在公安局工作。啊，正好，一起吃饭吧。啊，我就不去了。那可不行，今天我专门找了有名的私厨，你得去尝尝手艺。走吧。好。于丽，上次听你说你这次回来创业是做新材料是吧？是啊，朝阳产业。未来电动汽车是个趋势，整个产业链的空间非常大。我们公司有一项专利，是专门做汽车电池电机棒的，技术比市面上的都要先进。这是我们的样品。
再见。再见。走了。跟领导们在一起免不了拘束，你有时间随时来找我，咱们好好聚聚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干什么？有必要告诉你一件事。市里招商来了个老板，叫余力。那又怎样？你记不记得于建国的儿子也叫余力？当年他在国外念书没有回来，算起来年纪差不多，五官也很像。那不可能。那么正好在这个时候，蒋峰、李少东也失踪，难道只是巧合？他要是回来报仇，前些年干嘛去了？现在再回来，再说那事情他儿子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们三个人是绝对不能提，如果是被人知道，肯定是你干的。只是好心提醒你，信不信随你。别跟我来这一套，王八蛋。李科长，您那边有什么发现没有？啊，暂时还没有。300万，密码6个1。举报书呢？你们放心，我会把举报书销毁的。敲诈我们吧，王八蛋！趁着两人出事儿，编个招商的故事，又出一招想勒索。余力，你怎么来了？工作中遇到一些问题，想找你求证。乐意效劳，喝点什么？咖啡。嗯，请坐。好。有什么尽管说。李少东，你认识吗？认识。我爸活着的时候，他是我爸的徒弟。你回来以后见过他？见过一次。大概什么时候？有几个月了吧？怎么了？哦，随便问问。咖啡。蒋峰，你认识吗？
名字有点熟悉。蒋峰是原来物资公司的总经理。我爸以前当董事长的时候，我在外读书，工作上的事情他从来不跟我谈，所以可能名字我听过，但我不认识。现在蒋峰被人杀了，李少东也失踪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你调查了我爸的事情，又跟我说他们俩。你该不会是怀疑我跟他们有关系吧？我只是随便问问。这是什么报纸？东华日报。东华日报。这报纸是你订的？这些琐事我不管。公司注册时，政府要求每家公司都要订《东华日报》，帮助完成订阅指标。订了几份？就一份。对不起，今天太突然了，职业病，你别见怪。那我就没事了，我先告辞。好，那我就不送了。玉林，我求求你放了我，你不要杀我呀！放心吧，我很快就会放了你。真的？我没有骗你的必要。谢谢你，我谢谢你。要谢就谢你送的那束花。我之所以把你困在这儿，主要是为了从你口中得到举报书的信息。这个游戏啊，到现在也快结束了。我不要求你，也不是交易。只希望你出去以后，能够遵守你的承诺。辛苦张队，我再看看。真是不太平。这是什么？纺织物纤维，看样子是死者从凶手衣服上抓下来的。李队，来看这个。脚印跟李少东家发现的完全一致。手法和蒋峰被害完全一致。死者吴斌，商人，与李少东、蒋峰相识，过去都在物资公司上班。
物资公司总经理展开，负责吴斌和财务李少东共同指控于建国董事长贪污。于建国不堪压力，最终选择跳河自杀。以后再说这事儿。哪儿发现的？挂在河边的一棵树上，离案发地不远。估计凶手行凶之后，准备把绳子扔进河里。结果天黑，扔出去的时候挂在了树上，没看见。法医说把手上面有指纹，正在绘出来。非常好。李队，你也在？不好意思，这案子我们队先破了。你们破了？我们抓获了犯罪嫌疑人，现在要去搜查他家。有兴趣的话，你们一起分杯羹吧。毕竟你们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嘛。嗯。几个小时前，我们接到匿名举报电话，说看到凶手是国资委副主任李国军，还看到他把某个东西藏到信箱里。我们去找李国军，结果当场脚印就对上了。打开吧。这是什么？太色枪。李队，指纹也对上了，大功告成。指纹也对上了，必须对得上啊。一定会找到证据的。你要快一点，我等不了太久。审了三天了，这李国军可够硬的，就是不肯承认，还非说有人要栽赃他。
问他家里报纸为什么少了一张，锁着的信箱里为什么多了把太色枪，还有衣服、指纹、脚印，一项都解释不出。我们还查到，吴斌死前的一个星期，他和吴斌通过电话，监控探头也证实，深夜他们在路边见过面，他说恰好碰见，就是不肯说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。去，你终于来了。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嫁祸给李国军的。我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别再装了，一开始你抓走了李少东，并没有直接杀死他，是为了从他口中逼问出其他人的信息，以便你接下来的计划。你的计划从头到尾就是为了杀人，再嫁祸给李国军。你从李国军的信箱里抽走了一张报纸。少了一张报纸，根本不会让人发觉异常。就算李国军看报纸时发现少了一张，他顶多会以为漏印了，根本就不会在意。蒋峰的案子里，你留下了一张报纸，不是为了留下欠债还钱四个字，只是找个契机，留下一张凶手的报纸，作为你以后的嫁祸道具。接着，你用了很小的伎俩，拿到了李国军的脚印，并且重复拿了两次。我们调查发现，李少东失踪以前根本就没回过家，李少东的家里也根本没有发生过打斗，是你故意把现场伪装成打斗，只为了让我们注意到卫生间里的脚印。你杀害吴斌后又放上一张脚印，让我们误以为是凶手天黑踩到留下的，目的是让我们有确切的证据并案。吴斌手里的衣服纤维是你故意塞的，树上的绳子也是你故意挂上去的，根本就不是你的失误。之所以都相符，是你在那天吃饭的时候设计的。你杀害吴斌之后，再把改装过的太色枪藏进了李国军的信箱。你没有信箱钥匙，可是开信箱并不一定需要钥匙。李国军很难弄到太色枪，而你正是应用材料的专家，甚至你杀人采用勒死这种很没有效率的方法也是为了他，这样很容易解释。李国军杀人后手上不想沾血，回家后才能把妻子也瞒在鼓里。可以说，你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嫁祸给李国军杀人而量身打造的。解释得非常好，可惜你没有证据。我不理解为什么你要这么做。如果李国军和你有深仇大恨，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？是啊，我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，而要大费周折呢？是因为他死不死，我根本不在意。你到底为了什么？于建国的无罪证明。
来李国军拿到了举报书，上面有详细的假账证据，他没有上交组织，而是以此向蒋峰拿了300万，此后又陆续以此要挟向他们勒索了2次，如今想要还我爸清白，除了当事人认罪以外，最关键的物证就是举报书。你认为举报书还在李国军手里？李少东告诉我，李国军从没有把举报书原件还给他们。他如果真的想销毁，为什么不当着他们面销毁？你杀人嫁祸给他，他就会把举报书拿出来？他一定会交给我，因为现在只有我能证明不是他杀的。他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帮他，你就是死罪。我无所谓啊，因为我的时间本来就不多了。突然不想开车了。那再见。
姓名？张红。哪里的？东化市。李队，这些都什么人？作案带回来的失足妇女。你出来。年龄？34。项链很漂亮，哪儿买的？朋友送的。他人呢？很久都没见过他。他姓于吧？你认识他？他现在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他很有钱的。你跟他谈朋友，怎么还做这行啊？我不想花他的钱让他误会。他用我的身份证给我办了一张卡让我用，我从来都没有碰过。我建议你看看那张卡里有多少钱。我不要看，我要等他回来的那一天。他一定会回来看我的。没那一天了。其他客人不一样啊。如果我说我不是他客人了，你走吧，跟你没关系。这是你的生日礼物。下个月才生日，我知道。